佛说温室洗浴众生经，后汉安息三藏安世高义。阿难曰：吾从佛闻如是。一时，佛在摩揭提国因沙爵山中王舍城内，有大长者奈女之子，名曰奇玉，为大医王，疗治重病，少小好学，才艺过通，智达五经天文地理，其所智者莫不除欲。死者更生，丧车得还，其德甚多，不可具陈。八国宗养，见者欢喜。于是奇遇夜虚生念，明至佛所，当问我疑。陈旦敕家大小眷属言至佛所，到经舍门，见佛炳然光照天地，众座四倍数千万人，佛未说法，一心静听。奇遇眷属下车直进，为佛作礼，各坐一面。佛慰劳曰：善来医王，欲有所问，莫得疑难。奇遇长跪白佛言：虽得生世，为人殊也，随俗众流，未曾为福。今欲请佛及僧菩萨大士入温室早浴，愿令众生长夜清净，秽垢消除，不遭众患，为佛圣旨，不乎所愿。佛告医王：善哉，妙意。治众人病，皆蒙除愈，远近庆赖，莫不复欢喜。今请佛及诸众僧入室洗浴，愿集十方众药疗疾，洗浴除垢，祈福无量。一心听法，吾当为汝先说早遇众僧即报之福。佛告奇遇：早遇之法，当用七物，除去七病，得七福报。何谓七物？一者燃火，二者净水，三者早豆，四者酥膏，五者纯灰，六者阳脂，七者内衣。此是早浴之法。何谓除七病？一者四大安稳，二者除风病，三者除湿痹，四者除寒冰，五者除热气，六者除垢秽，七者身体轻便，眼目精明，是为除众僧七病。如是供养，便得七福。何谓七福？一者四大无病，所生长安，永无丁见，众所敬仰。二者所生清净，面貌端正，沉水不浊，为人所敬。三者身体常香，衣服洁净，见者欢喜，莫不亲近。
四者，机体润泽，微光博大，莫不敬叹，独步无双。五者，多饶人从，福事成垢，自然受福，常治宿命。六者，口齿相好，方白其平，所说教令，莫不速用。七者，所生之处，自然依赏，光是珍宝，见者悚惜。佛道奇遇，作此喜遇众生开示七福如是，从此因缘，或为人臣，或为帝王，或为日月四天神王，或为帝释，或为转轮圣王，或为梵天，受福难量，或为菩萨，发意至地，功成至就，遂至作佛。思之因有，供养众生，无量福田，旱涝不伤。于是世尊重为其遇而作颂曰：观诸三界中，天人受景福，道德无限量，谛听次说之。福人生处世，端正人所见，体性常清净，思有喜众生。若为大臣子，财富常吉安，永见忠贤良，出入无挂碍，所说人奉用，身体常相洁，端正色从容，思有喜众生。若生天王家，生即常洁净，喜欲以相汤，必分以熏身，形体与众异，见者莫不心。思造温室浴，喜僧之福报。第一四天王，点领四御方，光明身端正，威德护四镇。日月及星宿，晃照除阴明。思有喜众生，福报如影响。第二刀立天，地势名曰阴。六重之宝城，七宝为宫殿。勇猛天中尊，端正寿延长。思有喜众生，其报无等伦。世间转轮王，七宝倒在前。周行四海外，兵马八万四。明宝照昼夜，玉女随时供。端正身相洁，思有喜众生。第六化应天，欲界中独尊。天象光影足，威灵震六天。自然石甘露，妓女常在边。众德难称誉，思有喜众生。梵摩三波天，静居修自然。行径无垢秽，又无女人行。梵行修洁矣，
至纯在涅槃，得生彼天中，思有喜众生。佛为三界尊，修道甚苦勤，积行无数劫，今乃得道真。今体欲为婴，尘垢不着身。圆光相具足，思有喜众生。诸佛从行得，种种不劳勤。所施三界人，无处不周遍。众僧之圣尊，四道良福田。道德从中出，事行最妙真。佛说既已，重告其喻。观彼三界，人天品类，高下长短，福德多少，皆由先世用心不等，是以所受各异，不同如此。受诸福报，皆由喜欲圣众得之耳。佛说经已，阿难白佛言：当何名此经？以何劝诲之？佛告阿难：此经名《温室喜欲众僧经》，诸佛所说，非我独造，行者得度，非神授予。求清净福，自当奉行。佛说精进，其欲眷属闻经欢喜，得须陀还道，礼佛求退，言伴喜聚。众座大小，各得道济，皆共起手，礼佛而去。